期待。新 Porsche， 他买了新 Coach， 你又买了新 Watch， 新 Launch， but he rock。我穿我的 G Shock， 继续我的 First Blood， 打开我的 Rock， 你会 out of control。Y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amb 仔 Steve。很激动啊！他以为你有东西给他吃了。OK， 今天又要做开箱试吃。最喜欢的单元又有东西吃了，最喜欢最喜欢，又是我们的阿雅。今天你又带什么特别的食物来？我今天带一个你应该是接受不到的食物，这个是我们那一次吃泡面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叫观众给我们意见，看我们要开箱什么时候，他们就给我了这个意见，就是试吃海底捞火锅。谁知道我们要去吃？哎，这种时间去不了这样远的地方，我们就有一个自助火锅可以吃。海底捞可以啊，它开到四点钟，我去新加坡。耶，海底捞！这个影片如果过300K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吃。这样有点难了。300K 之前，我就请你吃一个自助火锅先来。哦，自助火锅啊，也是海底捞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看火锅。嘿，哎呀，大个脸，是的。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啦，海底捞15分钟就可以享用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还有正式哦。上面这些有萝卜啊，对，有，全部都有。有的没？有。哇，看一下有什么？有黄鱼胸。哇，这个其实也是不便宜的，这样子一个要23.9。23.9。嗯，就等于吃一餐这样。嗯，是真的是吃一餐海底捞。是吧？现在直接开。开。来，你来，你家厉害，你来。开。借我你的牙齿。有吃过这样子的自助火锅吗？看过很多，一路来都没有吃过。所以就今天有一点小小的好奇，它那些食物有肉啊，有萝卜啊，这样子放在这边里面啊，啊，我们没有放冰箱都烂了嘞，这些应该是放进去很香香。不可能啦，其实你这样吃过两次你就。居然打开这个，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东啊！看，哎，一包一包的，对呀，餐具包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鲍鱼，不是啊，菜包、腌菜，还有湿粉条，好像果条这样子的东西啦。注水味，注水味的意思是那个水要放到那个位置。肉片面包，牛肉片包，这里面是牛肉来的。对，我就特地为你买牛肉，这样可以耶。是哦，等一下我来试试看。接下来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清油麻辣火底料。清油麻辣火锅底料。这应该是那个加热包，食品专用发热包啊，这个就是等下放在底下还会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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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。哎呦，这样子放住，然后这个全部放在上面。对，等下就会发热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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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会炸开了。这样神奇的咩？神奇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的步骤就是把这些东西开就好。对，然后再加水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煮了。等一下是加冷水还是热水？冷水。冷水，嗯，加冷水。对。不正常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包一包放出去。湿粉条。哦，真的是湿的，它不是干干的嘞。没有 ，I mean 就是它是软的，不是好像那种 Maggi 面这样子硬的那种，像 rubber 这样。下一个菜包，顾名思义，里面就有很多菜。哦，不是那个我们吃的菜包啊，菜包啊。喂，下一个你要吃、啊？我这些菜，吃的嘛。哇，里面有海带、毛木、竹笋、水、食用盐、味精，还有什么什么土豆、莲藕。下一个，你们这么人家在弄东西，你们也在那边，我跟你们对呀。哦，看这么多。
好像很美味的感觉，好像只有一片肉味，真的很贵。下一个火锅底料，又到火锅底料，火锅底料。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，火锅底料。你有听吗？我听没几万。这很美味的感觉。我是没有吃过海底捞茶碗的那个茶呢，它是香的哦，它花椒味很重，好香啊。等下一点茶的味有点 feel 了。对，现在放水。You stay, you know, baby。哎，很辣的嘞，你吃下去你会喷火嘞 ，baby。No, no， 你举手也没有用。No， 不要举手。No。下面的水放一点点吧，它注水位在这边，所以基本上是倒到这边放了。喂，不要紧张。盖好，倒数计时15分钟。呜、哦，我才一下子不了哩，已经出烟了。哇，还有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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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呢，奶奶好神奇呀、啊。23块嘞，就看了过那一天。现在还蛮滚的，在滚。多一点。其实呢，海底捞不懂各位有没有去吃过？新上的朋友，海底捞哦，跟那个火爆锅有一点像，因为我没有吃它的麻辣，所以我还不知道海底捞的麻辣跟火爆锅的麻辣有差多远。但是我已经吃过海底捞的番茄汤跟火爆锅的番茄汤，他们。的味道呢，其实火爆锅会赢，我就觉得海底捞的那个没有它酱好吃。最明显、最大差别的就是那个卷啊，零零卷，零零卷啊，就放在其实2秒。对，它就啊，火爆锅的又会赢海底捞一点哦，因为海底捞是直接软软的，它没有脆的，所以你放下去，不管你放2秒还是3秒，它就是软，它就是软的。火爆锅那个不是，因为它会有一点 crunchy， 所以你放进去，我们通常是。看自己想要保留那个 crunch 的那个多少，我们就下多块。如果你们还想看我们要试吃什么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们知道啦。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，我也会去准备给你们看。还是你们有在网络上面看到有那些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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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黑料吗？那种比较新鲜一点。你看，你看嘛，你看到什么？OK， 现在15分钟已经过了，期待你看的东西会长什么样子。哇！是啊，辣辣辣，我已经嗅到那个辣味了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我感觉肯定都要给我吃。这个包里面有什么呢？筷子、汤匙，这好像要给我吸。这样汤你拿那个吸管来吸，还得买刷子。另一个买吸管的，另一个还加长它的。这个是加长筷子的。好了，我们就来试吃看看。哇，很呛鼻嘞！它已经变透明了嘞，那个面可以吃的吗？可以的。先试试看面先。哦，哇，比我想象中好吃哦！哎，我觉得好吃哎，而且很 Q 哎，它不会是，它不会是那种绵绵的嘞。来一点糖一下，我很期待它的糖。很辣哎！你刚有喝到它的糖嘞？有，你吃面而已嘞。呛到了。好喝，哎，真的好喝。OK 嘞，面吸收了那个麻辣的那个汁哦。OK 嘞，可是又没有很辣。一直印象中麻辣就是会很辣，然后就只有麻麻跟辣辣的味道。
可是它这个有点咸味。嗯，它是真的没有到很辣那种，但是它是有辣的啦。莲藕，哇，所以应该叫硬的。这莲藕对我而言有点太硬了啦。如果你们是喜欢吃脆脆的那种的话，应该 OK 哦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它有点硬。我现在要试它的牛肉了，就是它的牛肉，会柴柴干干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其实就是牛肉面。但是这个辣我可以接受。OK， 我来吃这个笋，我来试试看。因为以前我是不吃笋的，我自从吃了螺蛳粉过后，我开始有吃笋。螺蛳粉里面是有这笋的料，然后而且很香。OK， 我开始接受这种味道，所以我觉得是 OK， 好吃。哇，很开胃的。这个是土豆，好好。结论，它的菜都不是很好吃，就有点硬。它的粉都不好吃。来，黑木耳，我们试试一个黑木耳。还是一样。黑木耳都硬？不可能吧？哦 ，OK 啊，黑木耳正常哦。听说牛肉要放一点汤汁，因为刚才他讲的有味道。哦 ，OK 啊。这个吃了会饿哎，是哦。给我讲话，感动啊！OK， 我觉得它的面 OK， 然后它的调味料调到来，整个是 OK 的，就是它那些菜呀、啊，有一点感觉好像不新鲜。菜包里面的没有一个好吃的，全部太硬了，真的很硬了。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，我们是有做错任何动作还是什么吗？啊，我知道我的嘴都麻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可是它的辣没有到那种。它是麻比较多，对，真的。所以我刚才一闻到那花椒的味道，我就知道我死定了。嘴巴真的麻了哎。可是我觉得它粉真的好吃。可是你买了一个20多块的东西，只吃它的粉，就真的有一点浪费啊。基本上它的菜真的不可以，我嘴巴一定不是我的。不可以啊，我的嘴巴麻了，20多块吃不下。啊，是史上最麻的一面，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么强。是吧？直接来讲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吃的部分太少了，能吃的分量也太少了。20多块吃爽开箱 OK 了，长期这样吃，反正吃印度米，里面的菜包里面的料 OK， 我给它0分。麻辣的那个香料的香味 OK， 那个面也是 OK， 牛肉。也是 OK， 所以它的分数对我来讲只有这样。我的评价就是真的很麻很辣，它的菜包真的太硬了，觉得完全不行。它的汤好喝，肉 OK， 面条好吃，真的真的，它面条真的好吃。我给它点，整体来讲能吃的太少了，真的。我们可以回家尝试看看啦，仅此于尝试啦，不用期待太高。吃饱那些，我觉得不会很适合。还想看我们的任何开箱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订阅以及点赞哦。还有阿雅的 channel 在这边， See you in the next 开箱试吃，拜拜。祝你新年快乐，oh,